不懂还被他拿一个，拿过来，我来捡一个。太嗨呀！干嘛太嗨？其实不会啊，我们猫这样猫就是靠近了下面啊，靠近那个对，拜拜。在玩小提琴。哎呀，没，但是后面没人。真的假的？这个 wrong。琴琴，你可以跟底下的观众互动一下，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没有啊，来玩一下。运动啊，运动啊。啊，琴琴怎么样？你做的可以说明吗？一边表演一边说明你正在做什么。正在发牌。静静。这边不是有红的啦。是谁？是毒还是水？然后等一下。后面的。红银的双塔。双塔。后面红塔。然后红塔。然后红塔。然后红塔。放上去。哎，三种扑克牌魔术表演都不一样哈。乱放，你乱放，你明明就有。哈哈，住嘴。要放上去，然后再过来。